哈哈，家人们，这次蛋仔的更新实在是太多了。岛屿上不仅更新了荡秋千、蹦极以及兔兔车各种玩法，甚至还多了一座光遇圣岛。哇，以后我的炫光舞台悠悠终于能不止在巅峰赛中看到了。除此之外，大家还可以通过签到领到一个地中海发型，没有我的杀马特好看。好，那么好，除了蛋仔岛上的变化之外，还更新了一款袋鼠杜宝皮肤。我可不是为了水视频才抽皮肤的，主要是这两个表情包，一个啊对对对，还有一个假笑蛋仔，实在是太搞了。这个袋鼠的话，挺可爱的，拿远一点。我操你妈 ！OK， 为了这次的表情包，第一发走你。染色剂 ，OK， 我爱染色剂。第二发80。你好，金屁，你妈，再来。第三发是。啊对对对，很好，第一个表情已经出来了，如果在第二个表情出来之前还没触到皮肤的话就不要了吧。我以前任刚一亚人之名命令王姨，第四发给我出表情。你好，没关系，还有第五发、第六发我一定抽到这个表情啊。之前第六发已经保底皮肤了，现在六发就出了一个表情包，唉，也算是进化得更黑了。第七发出了这个袋鼠嘟宝，但我内心毫无波澜，因为我更想要的还有表情包。最后两个金蛋抽到表情包的概率为50%，50%的概率啊！1、2、3，抽到表情包了，家蛋们，没有保底，真的没有保底，我是不可能为一个表情包保底的。剪辑，等会儿不要放保底画面。一个字，绝。虽说这次的金蛋皮肤没有以往的可爱，但毕竟是我7发才中的。好，那么好，和奶飞的巅峰赛是必不可少的。奶飞，你的表情包是第几抽出的？嗨，别提了，保底才抽的这个表情，气死我了。哈哈，原来如此啊，我就说嘛，怎么会只有我为了表情包把金蛋给砸完了？奶奶跟咱一样啊，哇，瞬间就开朗了许多，第一关也是胜利拿下。我抽这个表情包可以用来嘲讽你的菜，请问你抽这个表情包有什么用呢，吹牛主播？什么话，这是什么话，难道就没有比我玩的菜的人吗？没有吗？真就还用我说吗，潇洒哥，能自己淘汰自己的人，我除了你是真找不出来第二个了。第三关了，技术主播稳一点，咱们两个进决赛可别拖后腿啊。你看这又是什么话，2400分的决赛我都说进就进，何况这个号才是个鸵鸟蛋，你觉得我范呢？实在不行劳范组合就此解散吧。啊，不是啊奶奶，就一把决赛没进而已，不至于解散组合吧，再来一把我一定带你吃鸡。闭嘴啊画饼哥，再也不相信你了，再也不相信你了，滚啊画饼哥。